小子还真来信啊！这小子哪个小子？新山枪舞啊！你真打算跟他里应外合？哎，打开看看。小美人多日不见，甚是想念，随赋诗一首聊表相思。乌云满天，细雨如织，思念如电，划破长天。 小美人回信了，不写情词，不写诗，一方，这念什么呀？素帕，素帕寄心之，心之拿来颠倒看。横也思来，竖也思，这什么意思啊？ 门主。 怎么是你呢？以前跟我通信的，不会是你吧？是又如何？不配！你怎么这么恶心啊？你用他的口气跟我写情诗，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如何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小美人被我的魅力折服。 最后投入到我的怀抱，然后你就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从中作梗。哎，你是不是怕小美人最后她跟我好了，她不理你了，你吃醋生气，但又不敢跟她发火，然后就开始给我写情诗了。再不然呀。
你就是看上我了。我知道你现在想杀我，不过现在我是傀儡，杀了也白杀。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不赌。厉晨岚，你个死变态！嘿。